一二三，就是简单给你做一下怎么样？啊，好的，有卡，好，这你看着，照一下。这是免费的，这是免费的。没有，太好了。不难。不用不用，快没电了，照几个就行了，不用照太多啊。好了，快没电了，就这样了，一会儿在那边照几个。满意吗？满意。啊，这样有层次吗？这剪完以后有层次吗？那你也可以剪的。啊，我头发每次都不让人家给我当护发是什么？最好就是除非是你真的想变短，最好其实大家都想变的话，你不想变短。啊，但是在国内，你只要让他们打针，他都给你剪短了。啊？在国内剪头发，你只要让他就是让多少个打打麻或者什么一大把就好了。不找运动。在中国就哪里？那他这剪了一点点。你的头发你自己咋弄的？你还走了一步。自己抓一下就行了呗，抓一下抓了。他两个头，头上的感觉都不一样。或者你有朋友，就是平时大学里面，人家从宿舍人帮你抓两个，自己抓出来特别快。两个头，然后是专业小这个呀。涂上啫喱以后，在墙蹭一蹭，在背上拱两下就行了。找不到。都剪了，都好，没时间了，名额有限啊。还有谁要剪？我都要。我就刘海剪一下。你就刘海剪一下，那行，你下一个，完了那两个看一看教授有什么。你等会帮我跟他翻译一下，就是我把这边车这边学下来去变短就可以，不用太难。哈哈。行。我建议你俩就不要剪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当兵了。不是那个段子，我说不了。你要来这学习吗？不是软件，是电脑一个。他照片一个，就你没去的吗？
就是你们这种个子瘦瘦的，我们系不是我们班的，瘦瘦的是吧？那个不是我们班，瘦瘦的，两边没头发，中间是黄的，是吧？嘴都想弄出来。可以去好好，可以去 SM 见见我爸妈，一个人。嗯、一二三，啊、如果咱俩往拢一下子，往里拢一拢，哎。